刻。这样裤裆位置就拼接好了。最后在裤腰与裤腿边缘加上勾边。勾边方法一样，只是裤腿分两次进行。裤腰只需钩织一次。这里我演示一下裤腰的勾边。找到裤腰任意一个锁针洞眼。以及裤裆的位置，均跳过布钩。挑相邻的锁针洞眼，钩织叶片即可。按照这样的方法把这一圈勾完。完成最后一个叶片，一针锁针，然后再校扣位置引拔。再进行收针，先拉大钩针上的线圈，预留5厘米左右的线头，断线。接着从校扣的辫子往左数两个辫子。钩针从这个辫子的背面穿入，勾住预留的线头。再从背面穿入引拔针的辫子，也就是线头下方的这个辫子，外侧的一根线。将线勾出，稍作调整。这样裤腰边缘比较美观，线头藏到织物里面即可。裤腰的勾边就完成了。裤腿勾边按照同样的方法勾织即可。注意拼接位置以及这两个锁针洞眼均跳过布钩。往下我就不重复演示了。到这里裤子部分就讲解完了。完成了裤子的编织。接下来钩织前身片，方法与裤子花片相同。
只是圈数不同。小尺码的前身片为八圈，大尺码为十圈，都是一圈一圈钩织叶片和花样。从第三圈开始，每多钩一圈，花样之间的叶片就多一个，以此类推。入针位置均为锁针洞眼，花样位置仍然对应钩花样，同时每个叶片与花样之间均间隔一针锁针，按照这样的方法一直钩到对应的圈数即可。方法比较简单，这里我就不演示了，每一圈具体的颜色可参考图文教程。完成相应圈数后，往下进行钩编，方法与花片的编织一样，只是原本的花片需要钩织四个边，钩边只需要钩织三个边。无论大小尺码，方法一样，这里我就不演示了，我说明一下编织方法。将花片正面对着自己，从一侧边角起针钩织叶片，遇到花样位置对应钩花样，每个叶片与花样之间均间隔一针锁针，按照这样的方法一直钩到另一侧边角的锁针位置。这里只需要钩织一个叶片即可，与起针位置对应。完成后钩一针锁针固定，预留线头藏到织物里面就可以。这样前身片就制作好了。接下来将前身片连接到裤子一侧，连接的同时留出抽绳的洞眼。这里大小码方法一样，我继续用小尺码做演示。先用教扣标记出连接位置，这里我已经标记好了，我说明一下位置。将前身片没有钩边的一侧与裤子边缘对应，起始位置与裤子中间的两个花片对应，同时对应花片拼接位置的正上方，在两端做好标记，开始连接。钩针穿入裤子左侧的教扣位置，起针钩织两针锁针，然后穿入前身片的教扣位置，钩一针引拔针，接着两针锁针，回到裤子位置，挑相邻叶片的针目，钩一针引拔针，开始位置的连接就完成了。往下用引拔的方式将线带到第二个叶片的锁针洞眼，注意这个叶片也包含在内，分别挑起相邻针目，一一对应钩引拔针。锁针洞眼挑大洞钩引拔针，到了第二个叶片的锁针洞眼，先一针引拔针，然后进行第二次连接，
两针锁针。穿入前身片。左侧第一个叶片的锁针洞眼。勾一针引拔针。接着两针锁针。回到裤子上。挑相邻针目，勾一针引拔针。后面继续用引拔的方式，把线带到左侧两个叶片的锁针位置。完成后，钩织两针锁针，穿入前身片的对应位置引拔。这里以上一个连接点空格了两个叶片，完成后回到裤子上，挑相邻针目，勾一针引拔针。往后裤子以前身片均空格两个叶片，在锁针洞眼处连接。连接的针法为两针锁针。一针引拔针，两针锁针，每完成一次连接，用引拔的方式将线带到下一个连接位置。按照这样的方法